可以问大概一个隐私的问题吗？嗯，赚多少钱？一年你们两口子出来有50万吗？50万不值得，我们50万不值啊。嗯，肯定不值。边旅游边挣钱，嗯，做点生意。去旅游，我这地方都来了好多趟了，一年都要来两趟，每年都要来两趟。要来人家酒店、宾馆，不是我们住宾馆批发的。嗯，那可以嘛，您这个。顺便赚赚，那么顺便出去的自己放着嘛。那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从拉萨自己带点荤菜，然后在路上再煮点素菜。可以。出来跟他三四。三四天回去、明天就回拉萨了。哦，回拉萨。嗯，明天你们是在拉萨，然后在周边啊，整个西藏啊，整个西藏阿里啊什么那个整个西藏，在拉萨就是拉萨为中心，然后在周边转啊，昌都啊、日喀则啊、阿里啊、那曲啊都去。那你看这里有，可以。那这里今天跟人家酒店。那个圣地酒店呢？前面，我们给他送点东西啊，那么自己们带车货卖掉，不花钱，还能赚钱，对吗？这边应该说比内地生意好做一点吧。好做点，啊，相比来讲好做多了。这边人又好，告诉你买的不好，他也不收你。啊，对对对，这里，嗯，相比来讲好一点。相比来说好，好一点。那我满满一车卖完了，可以啊。那你们这个，你们这样子的又旅行了，啊、一年赚赚了啊。你这个一年不少挣吧？自己煮点吃吃就这样，反正晚上了也没什么事。对，自己做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啊，吃自己的口味啊。对，我们自己煮一点吃吃。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也方便点，不是对吧？对，也就是自己方便。你这个车还这个启动着的？启动，不启动的话电吃不消。嗯，启动在台数上烧不了什么油。我怎么呢？我零下十几度的时候开空调，都几乎第二天还是这么多油嘛，好像烧不了什么油，台数上。哦。可以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电就更不用担心了啊。是啊，发动不电瓶不会坏呀。啊，我这里面还有一个大的，像人家大卡车上的电瓶，要不我赚了几千块钱了。那我这个月变器变220瓦，2000了。可以，这个。下面煮着，上面蒸的米饭是吧？啊，蒸的米饭呀。嗯。可以，这海苔糕真的好啊，真的，这米饭熟了呀，一会儿熟，我已经高压锅里面煮熟的呀，电饭锅高压锅里面煮熟的，然后热一下的，这里海拔不高，这里就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了，差不多，这里，就是墨脱才最低的，墨脱才800，墨脱嘛，墨脱800到1200，在这边来说的话就是最低了。对的啊，这边你想嘛，你上去都是4000多，还有上面你现在来还好嘞，以前我们走的那个狗屁路都是尖石头，我们以前来的话都是尖石头，那个现在那边已经修好了，以前那个山上面那个石头全部拔掉了，以前那个从上面走的时候上面的那个石头还往下掉嘞。莫要烧屋开始是不是？他这边这个路他修多少年了？大概他这边这个路修的应该没有几年吧？哈，今年第二年，才第二年，就以前不知道多烂哈，很烂。哎呀，高高低低。我们是走过一次，后来就是说以后陈塘路不修好再也不来。现在修完之后今年来的第三次了。你担心啊，这套可以，等等等，不，你第一个来哎，等等等，来，看你小，看小伙，不是小伙子，又说不来，你不说来，因为别跟我说了，上一个，说吧，说的那个呢，根本能看小伙吧，你们江苏的是吧？在这边你们做生意已做了多少年了？做这边？两三年了是吧？20年，哎呀！两三年了，他这个路都好多年了。我就是说啊，我说你这你都知道这个路才修一两年。我们整个西藏没有
对。没有我们走过的路，那个地方太多的，我们每个县都考过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们自己带的纯净水，你要是这个水不干净的，这里的都是上水不太干净的。我们烧开了喝，其实也没。有那个不好，也不好。这里好啊。啊。这里啊。水是我知道，上水还是有这样。有那个时间久了，有沉淀下来那个有那个。是矿物质嘛，沉淀下来，其实这个也没什么的，这个。还要喝自来水。没事啊。还要喝自来水。以前城市里不管哪个城市里，它都是自来水。自来水，它还有那个。人工消耗的是不啦？嗯。这么我说就知道，嗯。边旅行边做生意，在外面跑24年了。哎，真厉害！以前不跑，我们做家纺、酒店、宾馆批发的，不是西藏宾馆多吗？我们就人家宾馆里做长衫用品啊，沐浴露啊、洗发精啊、拖鞋啊，那么长被套啊、床单啊、被子啊，那么毛巾啊，都有，都就酒店用。以前开店好多，现在开一天，他，你说一天的营业额？不如出去跑一趟，来旅游了。嗯，对。我们往往上真自己一直，哪里都是昌都啊、阿里呢、嗯。我们下一次要去客阿里去。嗯。那你们在这边的话，就陈塘这个地方，就是你们跟他们当地的语言沟通有没有障碍啊？都是没事，这个哪里？我今天去那个河对面那个特产店，我去。了解一下，去看看里面一些特产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。听不懂话，他有人听得懂呀。你叫他们呀、啊。哎呀，那些小孩子都听得懂呀。你叫呀。小孩子能听懂。对呀、啊，你叫跟他们说一下，他翻译嘛。我们以前的时候，他们藏族人，你问他，他以前傻里吧唧，他以为藏族人都很老实的吧、嗯？你问他，去这里是不是啊？后来我就特意这样问他嘛，我说我要去那里，是不是走这条？他说嗯。我说是不是从这里走？他说嗯。我后来就知道他们根本听不懂你说话。啊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说从这里走，他也说嗯。我然后我有意特意这样说嘛，我说是不是从这里走？他也说嗯。然后来我说他听不懂。可以问大概一个隐私的问题吗？嗯，赚多少钱？就不，就说整体嘛，一年就是大概能挣多少钱？你们这个？正常的嘛，一年就是像我们出去卖的话，能挣几十万，也挣不了多少啊、嗯。这个没办法，因为我们不是天天出去的，还没酒店还能挣好多，就这样。嗯、就是一年你们两口子出来有50万嘛？50万不止的，我们50万不止啊，肯定不止、嗯、我们一年的费用都要几十万，一个礼拜就要挣少说一点一万，那你一个月4个礼拜就4万，嗯，哪里值4万呢？哎，根本就是这个是最少 的最少的，我说的是最少最少的，一个月就是4万，最少四、万，一年就是48，十个月算10个月，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出来卖卖不止的，嗯，根本还有宾馆啊、酒店人家拿货、这个。那可以，你们这个费用我们消费大，我们消费大。我回了拉萨之后，老乡一直在一起打牌吃啊，弄了玩。你要是天天出去做生意，一年要挣100万不止、你消费大，你消费大，你也是自己用了的嘛？这个是啊，根本人家说挣了钱还不消费，啊、对对对，经商带给你有什么意思了？对对对，这种享受还是要的。对吧？西藏本身气候也这么恶劣，真心话，你还有舍不得吃，又舍不得穿用，什么都不管，这知道赚钱有什么意思？嗯，对吧？可以，只能说比内地钱好挣一点，对吧？这边肯定是比内地做生意要好做一点。嗯，该怎么？他一直不放心人家要，我说你去啊，去了肯定要的。跑过去一会儿又要好几千，我说人家刚买的拿谁又要了？你说我年前来过的吗？我们年底的时候到人家都去过的，今年我们出来一天就买一万多，买几次了，就是今年出来。其实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吗？你那次去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每个人都买你，有的人他不在，有的人休假，有的人下村，
然后你这次去的时候，买过的人只要一说，哎，他东西不错。那上次不在的人那边呢？我们上次到龙子，一个老师，他说我那时候你们来卖，人家都买了，他说我厂家没卖，他一会儿一个人买一千多，啊，那你一个人，来你还有其他人，他还要打电话叫。你这样生意就做不够了。上次我哪有这么好做的生意？说给人家的，你们买的不叫我啊？是个书记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年来的时候，县政府妈的在山上面，那个时候路都没有的，没有这个水泥路上山的，都是人背上去的。那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路都一条路都没有，都是没有路的，上山都没有路的。你们现在还到县政府上面还有一个水泥路，以前没有的，以前都是人背上去的。县里的人干部，人家汽车都是放，以前这些都没有的，这些东西就是挤得不得了。小地方就是放在那个，就是那个桥头呢，以前还没有宾馆的，也没有房子的，就是那个石头。老百姓我给我们东西跳上去，他说给我跳上去20块钱一担。他说我包上面去的话，我也不一定包，人家要卖不掉我咋弄？万一卖不掉的话，我还要叫他背下来。卖不掉我要背下来。要是卖得多的话，妈的，我们人都上去了，等会还要下来跳拿，你说哪里划算呢？那后来我说，谢谢。后来我就没有让他们挑，然后我就在老百姓那边一车货全部卖老百姓。还有一个人啊，我们就下来卖老百姓一下。那个人说的，他说他要叫我们带一个人去那个县里面嘛。我说你往下走嘛，全部弄。然后我说的，我还有呢，我说我还有点货呢，我说你把我处理掉，我处理掉，你要叫人。后来呢，他出去叫了，把那些老百姓全部叫掉了，把我车上全部卖空了。到最后那个人说不走了，笑死了。那个人帮我叫的，对吧？你车祸全部卖光，全部卖光之后，我说把那个人带了走吧。他结果还不要我们带走。他说那个人说的，我今天不走了。我们笑死了，在那边。